就是有了孩子以后，你能不能放下家庭出去浪两个礼拜以上？哎，我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跟谁？跟谁？不是大声咩？你又出去呀？哈？又气几耐啊？咩嘢都系朋友先噶啦，你这个叫口德啊！你真的是不好。规规矩矩介绍产品。认认真真帮金主做事，说说闺蜜心里话，聊聊男人女人的八卦。除了炒饭做菜，青青采菜啦，闺蜜厨房、新房、乳房、洞房，边煮边谈。闺蜜厨房 by Panasonic， 闺蜜厨房 by Panasonic。闺蜜厨房 by Panasonic， 有我喵喵，有我小薇薇，有我嘎嘎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又回来了。来，在这里呢，指定动作，各位爱我们的人，请帮我们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什么 notification， 请做完。不喜欢的也顺便，因为你可以让更多人不喜欢我们，对不对？谢谢啦。那么呢，在谢谢的当儿哈，当然要是谢谁呢？我们的冠名播出 Panasonic 酱料。8号chili sauce 1969，食材微妙 online shopping， 美白排毒 Masha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煮什么呢？哦，今天就让我开始吧。好的，跟养颜还有美白滋补一定逃离不了关系。今天我要做这个滋补养颜牛奶炖桃胶。有一个牛奶跟桃胶，对，赢了，正是给我们赢了 ，Hollygen， 好，是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准备了什么食材呢？牛奶是我的主角，雪耳、红枣、枸杞、桃胶、冰糖，好嘞，所以今天是一个人吃、三个人吃、十个人吃，今天当然是跟我的闺蜜们分享。好，虽然说这个Panasonic Ceramic Steel Cooker，哦，它是有三个小炖盅，但是它也是配搭这个大炖盅，好东西都是跟你们分享吗？好咯，来咯。 OK， 把所有的材料放进去，那炖了之后呢，它的营养又可以锁住，吃了我们就美美白白、金金璇璇的呢。好，快点。好，首先先加水，那是必须的，没有水的话炖什么鬼？这个也可以叫炖盅了，我们叫胆中啊，中文可能会错了，但是广东话就被错了喽。胆中啊，这个冰糖呢，就看你要吃的多甜。放完啦，紧张。哎呦，我看到做东西我没拿好。好啦，来，我很想那个，这个也是啊，没有那个牛奶最后啊，牛奶是要最后啊，不然的话那个牛奶的营养呢会被破坏。OK， 是。好，我讲一讲这个 steel cooker 哦，这个 ceramic steel cooker， 当然它是陶瓷的，它可以保温啊，它可以保温。然后开起来之后呢，我们也叫它 double boiling， 里面呢我们也是要放水，然后它也是会教我们说，就是你最 maximum 的水是要放到多少。OK， 如果它的水干了的话，它 automatic off 的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，不用说会坏或者是烧温的，非常安全使用。是的，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它可以拿来煮炒啊那些的嘛。这个我们不建议啦，是的，来，因为它要放水嘛。我放了进去过后呢，当然 menu 这里也有好多的选择给我们选，就是看你要煮，就是炖这个鱼啦、蒸鱼啦，还是蒸骨啦、蒸鸡肉等等的。OK， 今天呢我就选 fast stew， 因为我希望在最短时间就可以吃了哈。OK， 在 menu 这边呢，我选了 fast stew， and then press。然后就可以开始聊八卦啊，做你的东西啊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是啊 ，OK， 好，那这么多的材料啊，我看了，我们还是要谢谢一下我们的食材的这个赞助的，对，微妙 online shopping。好，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又看到另一些食材了，这个很明显不是我要的食材，请问要做什么？辣味饭，哎，辣味饭，耶，一个蛋汤蛋。靓靓嘅呢个辣味饭，今日系广东话，系港式啊，港式啊，呢个就识，我讲就识啦，唔讲我就唔识噶啦，你讲咗你就识啦，好，你讲识，你讲识 ，OK， 我们就讲下有用什么材料啊，那个材料，我们用腊肠，
有用鸡胸肉切丁、冬菇、薯粉、蒜米、食油、黑酱油、晒油、好的那个麻油、盐、酱油、胡椒粉、米辣。好 ，OK， 好，剩下的那三个很明显是留给本小姐的啦，不拿来炖汤，不拿来煲粉，我有点笨是。当然不是啦，当然是来炒蛋啦、哦、OK 好，简单一点啦，好哦，虾蓝啦鸡蛋 OK 够了、这样 OK， 那我首先呢就要热锅先。为什么是你不是我先啊？因为他的因为我要煮饭吗、要我要放的比较久吗？你用你饭煲了，你抢我的锅怎么？哎，我要炒了才放进去啊。哎呦，还有抢的？不用用抢的，我就是要什么？其实你这边还有一个锅，你可以两个不打架啊，你再找多一个锅在这里煮就可以了。所以意思就是没有帮我找了你们。所以你要这样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让你。OK。我就开始煮，你就帮忙介绍我们金煮的东西好不好啊？好啦，那你就慢慢来啦。好，这个就是 built in gas hob， OK？ 好，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要用 gas 啦，还有要用 battery 啊， OK？ 所以我们用这个煤气的话呢，又加上这 battery 的话，它就可以节省这个能源啦。它很贴心的，就是它多了一个这个盒子，你可以拿起来，它就可以。好，主用的锅比较圆的也可以。那如果你放下去要用比较小的锅，你觉得这个不够，还要这个，那不就可以了？所以它更加的 friendly， 有讲吗？还有它的火呢，就是像龙卷风一样的，比较集中。龙卷风这样的，是哦。我刚才才开一下子不了，它的火已经烧了嘞，很烧了现在。所以它就集中火，那么你就很容易呢上火。哦，这种容易的去煮啦啊！还有他用玻璃，玻璃这个设计呢是很多妈妈最爱的，容易骂，容易清理，不会肮肮脏脏的，没错，而且很高贵，有没有看到呢？没有嘛，而且 modern， 煮一下还可以照镜子一下，还有它就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开关非常简单，就是你打的时候它就滴滴。就是那个，它开始要这火了没有？然后它就开火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大小火自己调，有没有容易？有嘞，简单啊，简直是。所以我讲完了，你还没有炒好。哇，你讲这样快，你以为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我再找到另外一个锅给你吧。哎呀，好了，等刚才做这个的时候，不然我们来聊聊一下了哈。我们今天聊什么是非呢？我们来聊一下，就是你们能不能放下老公？出去跟闺蜜浪两个礼拜可以啦，我还没有讲完，不是两三天，是两个礼拜以上。我可以，真的，我一个月都做过啊。哇，你一个月 ？OK， 好，这个的闺蜜是你啊。OK， 好了，我要换一下话题，对不起，我应该要说，家庭就是有了孩子以后，你能不能放下家庭出去浪两个礼拜以上？哎，我等一下，跟谁？我跟我老公确实是有出去浪两个礼拜。我现在换话题，因为我这两个太官方了。我现在直接针对性他们的用家庭了。OK， 因为我们两个都有孩子了。OK， 现在是放下家庭，就是老公跟孩子。OK， 跟闺蜜自己听清楚，出去浪两个礼拜以上不能。两个礼拜不能，一个礼拜还可以接受。一个礼拜对。行，我跟你讲，以前的时候哈，我真的是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出去都 OK 的，啊，然后有了孩子过后哈，也还好，没有吵过。可是孩子吧，两岁三岁的时候啊，那个去旅行跟那个我们的闺蜜一起出去的时候，越来越密的时候哈，哇，声音又出来了，你要出去呀？哈，要黑几耐呀？过后越来我就不。赶了，就本来是两个星期，减了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又再减少了，啊，所以赶了，所以哦，其实他是怕啦，怕老公啊，不是，其实我想说，我想讲的是，当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基本上呢。我觉得都可以放得下，因为甚至老公也希望你去浪的，他也想自由嘛，还要备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不是，所以重点不是放不下老公，是放不下孩子，你也是一样吗？当然啦，因为孩子是我们自己生的嘛，老公不是你生，所以就可以这样子。有些东西我们不要说到这么太白啊。OK， 是啦，我觉得真的做了妈妈真的不一样的，很多时候是为了孩子啦，为了孩子。但是讲真的，如果
非要去不可的话，嗯 ，OK， 你闺蜜要去的地方是你很死鬼想去的，嗯，你知道说如果不跟闺蜜去是没有机会再跟别人去了的，嗯，OK， 你会吗？放下孩子，放下老公，短时期的我就 OK， 长的班。两个礼拜，我们先讲了两个礼拜。OK， 我会以我老公，问老公先，啊，如果他允许我，我就去；他不允许我，我也没有生气，我也不要去。因为我一起旅行的话，是我老公在照顾孩子，啊，所以我觉得我是需要去尊重他。OK， 你呢？哦，我会想办法说服我老公给我去。他说我跟他一样啦，老公没有说 no 就会。好，啊，那如果是你们跟闺蜜许下的承诺，嗯，许下了这个承诺，啊，非得这个国家是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的，这个承诺就在。好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啊，可以做成偶遇。就是偶然相遇，买机票叫我老公啊，买机票带孩子。哎，我们在讲什么？这个承诺，这个承诺已经在婚前大家讲好了，以后不离，以后我们以后怎样，老公孩子，我们一定要得得得。如果去这个国家的话，一定要我们自己去，我管他。OK， 我一定会遵守。哦，我一定会去啊，因为我老公都会时常讲我一句话的，啊，哎呀，你咩嘢都系朋友先嘅啦，你咩嘢都系朋友先，我老公已经知道了。哦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会，我有些时候还是会重色轻友啦。如果真的是，发生了这些状况，因为老公是，嗯，也是我们长久的嘛，我觉得真的是闺蜜的话，他们会体谅的。嗯，是是是，好。对。那么我自己本身这个没有办法回答，因为我讲真的，嗯，你还没有孩子的话，我觉得我真的可以。嗯，但是如果真的有孩子了以后，我要确定我的另一半是不是能够把孩子照顾得好的。如果他是完全可以照顾得好的，那可能我真的可以，真的是这样走。放下。但如果是不行的，可能连三天都不能了，所以不要讲两个礼拜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啦。但是有时候也是有一个问题出现咯，嗯，你爱旅行，但你老公不爱旅行啊。嗯，这个少吧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旅行啊。不是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收入不一样。嗯，那个老公已经要支撑一个家庭的费用了，嗯，他一想到旅行要另外付这个费用的话，他真的没有办法。但是他们有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，嗯，我不喜欢旅行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跟他说，就是钱或者是去旅行是一个动力，我们用另外一个想法去想它。是，这个也是很多家庭都在做的 planning，嗯，但是偏偏一改过头收之后，哇，又没有这个一家四口，对，嗯，一去就几个万，这样就要拿我们的私房钱，私房钱哦，我觉得可以的哦。这样你老公就会发现你的私房钱是很贵的。well，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用了，难道收私房钱带进门台呢 ？OK， 好，另外一个讲到旅行，okay。 我们就继续聊这个旅行了哈。嗯，姑家跟你家，嗯，你家这里要全家人去旅行，嗯 ，OK， 嗯，但是姑家这里怎么办？也是一起去旅行哦。但是如果在经济条件是不能的话怎么办？那你家自己承担啊，你家很多时候女的就是有一点点的，我用被动的，老公出完所有了以后发现到就是出不到给自己的家人。OK， 我觉得是可以，比如说我们要计划要去一个国家，就比如说我去台湾还是去香港，那我们有一笔钱那个 budget 的话，我们要去那个地方，那如果真的是 budget 有限的话，那我们就想一个大家就两家人都可以一起去，叫我们逐渐逐渐马来西亚。嗯，我聊到这么多集哦，发现哦你们真的太官方了，你们这个需要表现在观众前面，没有这么好人吗？不是，OK， 等等等等，是这样。结婚几年了？九年。好，结婚几年？13年。好，跟夫家一起，全家的冚巴浪冚家一起去玩了几次？两家两家的冚，哎，你做么你停了了？因为我要你们讲的话， okay， 我要先慢慢想几次，你慢慢想几次啊，来，你先做么？嗯，来，现在我要把炒好的那些腊肠还有鸡肉的话呢，嗯，放进这一个锅里面。这个什么锅？饭锅，很 high class 的饭锅，是这个就是我很美观的 rice cooker，嗯，春天来了，春天，春天来了，新年来了，当当当，我最喜欢。Yeah， OK， yeah。 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米放埋进去一起捞在一起，嗯，好，搅一搅，给它均匀，嗯，然后呢，就是把这个给关起来，嗯，好。
关了起来过后，其实很简单。还电了没有？还没开。呀、yeah, ，谢谢你提醒。等一下我没有吃到，我会放弃的喽。别煮油了。啊，就是cook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来再说一次了，刚才又从饭锅到我们的这个built-in gas hob，还有我们这个很棒的，可以double boiler，一个大炖或者三个小炖的，叫 ceramic steel cooker，都在哪里买呢？Panasonic eStore，而且会有优惠哟，是，记得记得啦。好，接下来就轮到我表演了，在我表演的时候呢，来你们两个不要假假。好，刚才讲到这样，刚才讲到这样官方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，在我的夫家那边，如果要一起出门的话，就真的只有我的伯伯跟我的家婆。然后，因为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家庭了嘛，然后他们也是自己去玩。我跟全家出门的，就一定两家一起出咯。有没有？两家一起找回小微微的 Facebook 啊，真的看一下有没有？就是家庭的有孩子的，然后我们一起去中国，还去了北京呢。两家哦。是啊。OK。是啊，然后还一起爬长城嘛。OK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OK， 好，来你呢？我这一边是没有。因为我家婆的话呢，刚才讲到这么官方了啦。因为我家婆的话呢，是不喜欢去长途的地方的。很多父母，包括所谓的老公或者另外一半呢，他愿意牺牲自己不去玩呢，他都会讲他不喜欢。是不是真的不喜欢？我们有没有去探讨？还是因为他不舍得你们花钱，他不想让你们花这份钱？所以他讲不是，是因为他坐车的话呢，他会晕车啊，所以他尽量的话，他不会坐很长远的。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也没错，他就觉得哎呀，你们赚钱哦，不要乱乱花钱去旅行啦，我们没有去没关系的。的确是有，我家婆有讲过这个话的。上次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有邀请过他一起去。那我家公呢，又比较怕。不喜欢家里没有人呐、就是他去很担心的，他一定要有人照顾家里。帮我加八号的那个蘑菇的辣酱，可以来 ，OK。没有创意就不是你了，真的是啊，煮什么都很好吃的，很万能。来，好够了，万能酱，你要打蛋了，我知道，我帮你打，我来，来，I cook。那你每次一直问我们两个了，其实，你怎么样的看法呢？帮我放一点铅。你的看法是什么？应该要两家人一起去，还是自己家自己去？如果经济允许，最好我觉得两家一起去。但是如果他们两个就是平时的北安的话就没有办法了，各位。Hello， 南方的、女方的，如果你们真的是北安，那你不要再怪孩子不孝。我的做法很简单，我自己这家去，你们要去，我们给钱你们去，你们要去你们自己去。为什么？是四个字的。因为你们都没有做好榜样给我们看，为什么吵架？我们两家在一起，为什么不好好的？不管是一边嘴巴多，一边看不过眼，什么都好。你明知道你的一个孩子、一个女儿、一个孩子，他们已经是很头痛了，在自己的家里有自己的问题啊，你们还要再制造这些问题干嘛？你们变成什么？变成那个讲是非啊，然后让他那个老公回去过来跟他老婆讲，然后这个女儿又不懂阿讲，跟他讲，跟他讲，讲，他们已经很烦了。你这样子做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动作吗？gossip 啊，这个叫口德啊，你真的是不好啊。讲真的，对我来讲，这叫做缺德，真的。很多时候啊，会离婚啊，夫家跟娘家都有问题。好了，讲回来了啦，我也给不到太多意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啊。等我真的结了婚以后呢，好，你们才来看一下，再看回这个节目，喵喵到底是谁？要放青葱吗？等一下放，把那个好的才放好。OK， 好，来上菜，青青菜菜，我们又煮了三道菜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在厨房最开心就是什么？在煮饭的当儿呢，可以乱乱的聊天，聊聊了一下又忘记了一回事。讲到旅行这回事，或者讲到说夫家啊、婆家啊这些，我们永远离不开一个东西叫做尊重。然后另外呢，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要时时感恩于夫家跟娘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生出这样的女儿，你就不可能娶到，没有
对，如果没有这样生出一个这样的儿子，你也不可能嫁到这么好的老公。啊，有机会两家变一家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要一直吵一直针对呢？难道孩子离婚你比较开心吗？对吧？如果父母说他不喜欢旅游，作为孩子的真的不要当真，能的话这一生中最少带你的父母出去看看你一下世界，哪怕是一次，好吗？让我们共同有美丽的回忆。是，哎，讲完了当然是要吃啦。啊，哎呦，可来正可来正，你晚上要可来正可来正，要啊，自己拿来。为什么你不试一下你的？我反而想要试你的这个煎哦。因为是可来正，哈拉煎，这个肉给你这个。OK OK。啊，来来来，先试试试。谢谢。嗯，我要喝先看。鲜奶味重嘞，少了糖啊，不够甜。嗯，谁煮的？在这里呢，要谢谢我们的冠名赞助 Panasonic 酱料赞助 Bahal Chili Sauce 1969时态赞助微妙 Online Shopping， 还有我们的排乳美白 Masha， 他就是不要给你吃甜，他直接 cut 掉你。好的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他讲了很重要的哈，我们的金主啊，因为有金主才有我们的闺蜜厨房，没错，是，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同样的，你们也会得到好处，因为呢，在 Panasonic eStore 呢，你可以买到优惠的产品，所以呢，要说再见。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白马王子会是谁的吧？你老公啊？你问的废话了，有的话他还现在是单身。爱情骗子，你遇过吗？哎，得你有嘅啫，我都有噶。我叫哈贝啊。Karena pasti masa terus cantik terus putih。减肥要省钱又要省时间，那只有 Easy Fit。此节目已结束，感谢冠名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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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此节目已结束，感谢冠名赞助 Panasonic 酱料赞助宝宝吉利少西9690时态赞助股票。